救难人员钻进狭窄阴暗的下水道，晕倒妇人躺在地上，已经严重失温，好虚弱。找了整整三天，原来老妇人竟然受困地里，外头搜救队员被妥长背板颈圈，将人搬到只能容纳一人进出的下水道洞口，还替他戴上安全帽，避免在接驳救人时撞到头部，花了好大一番功夫，总算让老妇人脱困送往医院急救。但老妇人三天几乎没进食，奇迹生还，让家属直呼是神明保佑。打电话来说妈妈找到，那时候真的很开心，就是身体是 OK 的，就是稍微的失温这样。听到妈妈平安无事，女儿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原来受困弟弟的这名妇人患有失智症，前几天说要到果园找丈夫就没有回来，搜救人员一度认为他迷路了，加上国军总共动员上百人找了三天，还好其中一名队员发现草丛有人走过，老妇人的鞋子就掉在旁边，钻进下水道涵洞一看，果然找到妇人，旁边还有一只流浪狗在旁陪伴守护，但才一转眼狗狗就不见踪影。就看到那一只狗的是那个，就是一开始那个陈大哥，大家都没看到，是真的还蛮难气的。被救出的老妇人是当地社区志工队成员，平常热心公益，两年前罹患失智，没想到竟会走进地底下受困，三天不吃不喝还能奇迹生还，让人直呼真的是好心有好报。记者纪博士陈昭虎高雄报道。